萃精髓为您悉心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由功夫者品牌服饰独家冠名播出的网络剑术课程班，我是今天的主讲任教练。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学习第二套国际规定剑术的第二段。那么大家在看完视频之后，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教学视频的话，可以登录功夫者官方网站。如果想要与更多功夫爱好者进行交流或者探讨的话，可以加入功夫者官方 QQ 讨论群。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知识的话，可以加入功夫者微信公众平台和官方微博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二段的分段动作讲解。首先接我们上节课的这个坐盘啊，预备式上步啊，钉子步定式为我们的一个碳海平衡还有这个卧云平衡做一个准备啊。碳海平衡然后是卧云平衡，卧云平衡注意啊，我们的这个剑啊，你看碳海平衡完之后这个剑是往前指的啊，这个剑指啊在这边做一个配合平衡，大家都知道要定3秒啊。平衡完之后啊是一个卧云平衡，卧云平衡的时候这个剑直接往这边撩啊，一个手直接往这边做，然后这边剑指翻过来是成了一个像一个云朵的一个形状，卧云平衡。然后是上步刺剑，上步刺剑，然后一个转身翻身的一个扫剑，上左脚一二回身啊。接下来我们的动作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要做一个挂剑的一个动作了啊。从这边开始，直接先用剑指往前带，提膝挂剑啊，两边的挂剑来看一下，提膝挂剑啊，手带过来，第二个挂剑上步走，然后啊这个是穿转身翻身啊，翻身的一个穿挂剑过来，上步走，这样子完之后啊，直接不要停顿，上步脚剑提膝刺剑啊，提膝刺剑，眼睛看那个刺剑那个方向，提膝刺剑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换手，两步一个旋子，看一下啊，提膝刺剑这边开始，转身的时候上第一步一换手啊，这个手要把这个剑就要替换了。这边一二，好，准备旋子了哈。旋子的话之后身体往回啊，眼睛看回身，看持剑这个手，剑指在腋下啊，底下的一个步伐啊，就是说你旋子完之后刚好成一个旋子完之后刚好成一个交叉步啊。后面这个动作我们就要上步云剑了，来看一下，上右脚云剑，云剑啊，大家还是一样，我们的云剑的时候手托高，眼睛要抬头看你云剑的手，云剑看我后面的剑指在后面做准备，云剑同时往你的斜45度方向，我们要做一个瀑布的截剑啊，从这边云完之后到这边换手提膝做一个瀑布的截剑，瀑布截剑啊，然后后面是一个瀑布结剑，完之后是一个挽花的动作，一个钉子步的定式挽花，看瀑布结剑对吗？看一下我们的正面，一二一二收回来，钉子步定式，
眼睛看剑的方向，上面这个剑指啊，拧起来，从这边开始，一二，第一步，反身，反身，啊，一个反身的卧腿的一个撩剑，撩剑，这个剑怎么撩呢？来看一下，往回撩完之后，剑是这样上去的，所以说这个手腕要反腕，同时剑指在这边做一个定式。眼睛看剑指，啊，腿，做一个握盘的动作，交叉步穿剑，啊，大家记住这一个跳一点，你这个握腿这个腿啊，直接往你这个往前走啊，往前做交叉步上步啊，你看左脚落，右脚往后面交叉，交叉步的同时，这个持剑的手啊，从这边。做一个穿剑的动作，穿剑，并步云剑啊，然后啊这个剑往后面做，做一个弓步背剑，云剑，弓步背剑，甩头，看剑指的方向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练习了第二套国际规定剑术的第二段。啊，在这个第二段里面，我们出现的比较难度的动作就是首先的那几个平衡，啊，探海平衡啊，啊，卧云平衡啊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些是要定式的，其他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出现的有一个跳跃的动作，旋子，还有旋子之前的一个挂剑接那个反穿剑，啊，希望大家在练习的过程中啊多加注意细节。如果大家在练习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可以在我们官方网站呢。直接给我进行私信或者讨论 OK， 那接下来之后，如果大家想要观看更多教学视频的话，要去哪里呢？对，功夫者官方网站啊。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知识或者进行分享知识的话，可以加入我们功夫者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和官方微博。如果想要与更多功夫爱好者进行交流讨论的话，可以加入功夫者官方 QQ 讨论群。好了，那我们下节课再见。